好，三二一，看就。大家好，谢谢你们购买 Kate， 非常谢谢你们这么支持 Kate， 支持我。首先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 Kate 代言人。所谓男性，我觉得当然是非常高兴，因为就表示有能力可以让很多女孩子使用这个品牌，好的东西跟好的朋友分享。相信产品对你们来讲一定用得非常安心，也非常开心。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你们自信，让你们活出更美丽，也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一起进步，然后一起支持 Kate， 谢谢。这个是我的礼物吗？